梁咏琪闯天古天乐，老公大赞 good job。老公，我咪肥咗啊？你唔细噶啦，你有咩攞出嚟俾人睇？你有咩？你再咁浮下沉下，你咪一事无成。呢个香港小姐初选嗰时，鬼死咁多奇珍异兽走晒出嚟咯。嗰个你个女嚟噶？在电影《香港仔》入面饰演夫妻的古天乐和梁咏琪之子，日前在首映礼当日就忆述上个月电影节的 After Party， 到之子老公不断跟古仔讲 Good job， 搞到古仔一头雾水啊！初时还以为这个 Good job 是讲你好嘢啊，因为古仔戏入面和之子有不少肉搏的场面啊。他老公跟我说 Good job Good job， 第一次说第一次跟我说的时候，我觉得真的 good job 啊，我放心了。但是他过了不多久又跟我说 good job， good job good job， 然后过了不多久又跟我说 good job， 我已经开始怀疑，就是真的是 good job 还是假的 good job？ 真的，他是真的觉得我们在演那个两夫妻的那些，不管是床戏还是其他戏，都觉得很自然。他真的觉得啊、你演得很好，然后我也演得很好，所以他是真心的给我们 good job。而提到古仔和芝芝对上一次合作都成十年前的事，而家芝芝都已经成为人妻了，而古仔仲是一枝公，又不见有拖把，其实古仔你不急的咩？这个真的没有想太多，然后也不是自己想着可以找到的，所以我觉得随缘吧。他要的话很多女生在排队了，排队买票看电影啊，不是排队也不错哈、哦，先看电影然后再排你那条。对对对。